哦，甲咱头一面安尼，大哥来报告一下。哦，咱哦大哥有点一首歌曲啦，小姐吼，等一下甲你安排。哦，等一下甲你安排，你爱稍等下哦，吼、哦。有啊，较等下，较等下，因为后壁面酒袂晓，咱等后壁伫迄位安尼好无？有啊，你爱较等下，你爱等我哦。哦，啊等我，吼、哦、啊，谢谢我们哦台下的大哥啦吼、哦，对着咱哦水果娘的疼啦，哦对着咱水果娘的这个照顾啦哦，很用心，非常非常的感谢。那么呢哦，今仔日哈头头讲过哈，水果娘的就这哦，代表着哈、哦、今仔日咱的庆祝当属丢哦，我们的忍者飞镖餐酒馆哦，我们的江林静江董事长以及咱的护楼助啦哦，我们的王安吉王董事长加永新来这聘请。哦，希望着吼，听下着咱的子弹后背个像一次传播，老白老李好。当然吼，什么款的这个节目，应有尽有啦吼。即摆吼，嘻哈上界流行，我们的乐团也有魔术表演、特技表演，还是讲像咱的足大着咱的歌车动拢有。哦，只要咱现场咱做朋友吼，有需要话，咱会当吼刷着你的卡步来到后壁边。所以着咱的德哥，还是咱的庄姐，摕着咱的名片啦哦。我们说呢，这个呢，薄薄的一张名片，携带方便哦。人讲哦，诶，这个介绍嘛，非常的功德，非常的实在，上界重要是哦。咱的水果娘啊，都非常的有气质、漂亮，上界重要老手歌哦。因为吼、哦，咱知讲吼，咱听讲就是要享受哦，要来放松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仔日哦，咱哦，甲咱上界老手歌的水果娘拢邀请。哦，来到咱的后背北区金茂店普渡会，咱这个现场唱歌给大家听。哦，那么呢，继续来安排我们下一位咱的水果娘啊，我们的乐乐，再来。